这边是坐 JR 的地下室，从一楼到十楼。我们刚才到右边正前方，这个是西广场，我们现在这边是东广场。西广场都很多，东广场这边都没人。然后买那个 JR 的火车票在左手边。然后 hotel 我要把开的。给你看一下整个京都的枫叶篇，你看一下这边好漂亮哦。